我从事 New Skin 已经二十几年了，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，到现在我还是从事如新。很多人问我说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么的久，我想或许就是很单纯的相信自己要做如新。当我单纯的时候，我就没有想到很多很复杂的事情，所以单纯原来也是一种非常大的力量哦。我记得我以前在大学从事如新的时候，走在路上也会笑，因为那时候我的心中有一个梦，我相信我自己在未来一定可以成功。我在台湾，我是一个侨生，我记得那时候我做了一个很疯狂的事情，我特地去洗衣服，而且洗得好久好久，然后呢我就把我的脸涂上所有的面膜，然后我希望别人注意我。我就是这样开始用这么疯狂奇怪的行为去做如新。我很少去想我该怎么做，我就直接请教我的上线，可能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，单纯的去执行一个上线的口令。我觉得这让我在如新好像速度变得比较快，我到处去找人家敷脸，不管这人愿不愿意买，反正呢他买或不买对我来说都是有帮助的，这都是一个练习。可是这整个过程里面我觉得超棒的，我不断的练习，渐渐的这种练习一个个都变成了平凡的神功了。我想人生很多时候我们的计划永远是赶不上它的变化。在台湾经营 New Skin 一段时间，我很开心，我有了自己的团队。可是在很开心之余，我接到了一个恶讯，我的母亲罹患了癌症，所以那时候我又坐了飞机回到了我的祖国马来西亚。回到马来西亚，我发现我必须又从头开始。在那一刻，我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，我是要往前走还是我放弃。很庆幸的，我选择的是坚持。你问我成功的秘诀到底是什么，我觉得可以让我再次重新出发，是因为我有美好的一个画像。我把一个产品告诉别人，我看到它因为产品变得更健康，因为产品变得更信心，我喜欢这种感觉。所以我觉得 New Skin 卖的其实它是一种种子，是一种怎样的种子呢？是一种让别人有希望跟幸福的种子。因为这样子的一个信念，让我愿意有信心再重新出发。从事这个工作二十几年，我觉得我非常非常的满足，因为它可以满足我各个阶段的我，它满足二十岁年轻的我能够赚得起人生的第一桶金，它满足三十岁的我能够享受因为努力而变得自由非凡的人生。现在是我从事如新的第三个阶段，我觉得我很开心，通过如新我可以变成一个有使命感的人，我可以把好的信念传播给大家。所以因为这样子的工作，让我对这个工作继续的这样的热爱跟永不放弃。我有两个宝贝，我常跟他们说，记得明天又是美好的一天。或许你的人生里面，你常常会说，妈咪，我是一个三分钟热度的人，我可以告诉你，其实我也是。但是记得，永远永远记得，人的一生选择比努力重要。你只要选择一个对的事情，做一次，一次就好了。我选择了如新，如新也给了我一辈子我要的事情。如果你愿意，今天就开始目标锁定，努力用功，你会发现到你也可以成为你自己生命中的勇士。